这个乐队是为了我的音乐会去准备的，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多人有趣的灵魂就是聚集在一起，然后呈现给大家。我们就每一天排练都一定会点非常多杯的珍珠奶茶，每一次看到不同的就乐手po在就是现实动态，都是就是拿着一杯珍珠奶茶，然后又开始排练那种感觉，我觉得还挺有趣的。年轻，然后有音乐性，然。